鳕鱼虾饼，尝尝味道。可好吃呀、啊！茭白胡萝卜。地瓜叶，脱皮玉米粒。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蛋。嗯，干的。米饭。妈，你孤单多多了。哦。嗯，孤单小孩子都爱吃蛋多多了。先吃玉米粒。尝尝鳕鱼虾饼。筷子呢？妈妈，好吃呀、啊！什么食物到他嘴里都能夸出话来。蔬菜吃的叫一个香。妈妈，月牙肉肉和海苔。肉松海苔碎，妈妈，你怎么棒棒？你棒，特别棒，因为我的母亲棒。早就收工了。我喜欢爱自己妈妈。嗯。